人做评论吼，啊，咱上好是最后个这段时间会当互大家发问啦吼。啊，不过咱会利用点半来准时结束这个议题，这个进度吼。啊，今日办这个活动，我希望大家拢是就一方面就是对被告的收音稍微补充意见，有这个关键啊，这个勇气吼，我对这个主席有方面商量吼。咱个一个目标是咱个建议啦吼，啊当然嘛是讲，即个目标要达成，啊九五十年来大家拢有共同个打拼，有嘛是要继续打拼啦吼，所以嘛只能讲少年个时代嘛是够让咱大家会当强起来吼，啊不过时代上好是离平高需要个咱再见以前吼，目标就达实现啦吼。我以为要离开的时候，较欢喜一下，安尼啦。啊，莫讲哦，咱讲啊，快到第三代去哦，实在有阵时啊，咱感觉讲啊，努力无够吼，真无彩啦吼。所以我想，是一方面，咱咧反省啊，是讲这个意念，这个时代性真重要的一个双元的迄东西。诶，即个历史背景、政治的情势啊，是讲啊，迄当时吼，外交上啊，种种的努力。啊，我经过这五十年，我想在座嘛，真侪前辈也是好朋友讲，加加减减，大家拢有付出真大诶，即个奉献啦吼。不过总是啊，咱阿是出头天啊，即个提高即个理想啊，阿是实现吼。所以咱今开始搁伫遮咧开即个研讨会吼。后面我看无咱接下来就先请第一位即个副座吼黄英成吼黄先生来给咱做伊个论文的发表吼，多谢。大家好，主持人教授各位各位前辈大家好吼。即、這个我接到即个一些文章的即个邀请的时阵，我很困难。困扰是讲对这个代志，对这个代志，这个我要按什么这个角度来写，但是这个另外一个是很惶恐，因为主要最寒的时阵，在我无甚了解代志的时阵，我耳朵里面就听到彭明敏、彭教授这种名称就在我的周遭长辈。被流传，我当然一转唔知影个相关个代志，但是这个名字一直在我周遭流传。你说几岁还是时阵，这个名字在我心内就是具有一个英雄的地位，甚至于那讲点较场面的话，就是讲具有一点点神格性的人。啊，所以今天来下这个实在是很惶恐，但是我认为讲。我来是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的，因为比如像这个代志，都有新的进步。对我来讲，都有新的进步，我不可能有新的进步，因为我不是政治的学者。但是我认为我可以用比较新的角度，比较广一点的角度来试试看，来把这个文章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啊，我接到这个文章邀请的时候，我刚好结束了福尔摩沙1949年的这个。编辑的这个工作，那这个里面，啊，这个文行兄，搁办一个资料啊 ，Foreign Office 这个 UK 联合王国的这个外交电文来讲，啊，来这嘛讲这个资料，啊，我很困扰，啊，都看着，看着一个廖文义的这个，在1948年，他几次把这个。让联合国的这个前面的活动，我们这个谈，阿董先谈这个提到这个自救宣言，发觉很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的，主要就是我一向都在研究这个占领跟流亡这个两个海上串在一起。于是，我发觉我就可以写这个文章。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按中间那个，好，最左跟最右 ，OK， 好，谢谢。
可以50年后我要怎么来写这文章？我要买要有新证据，要买要有新的视野。好啊，我没有新证据，所以我看看我的视野用调整一下角度来看未来。那了解过去呢，不是留在过去，而是要跟未来连结，产生新的意义出来。好，这些我基本上是啊，当然主办单位的最后像比较需要这些年轻人的座谈，我想就是这个东西。现在讲一下台湾的空间，来矿界岛，一张图可以代表很多事情。你有什么感觉？矿界岛，用台湾的眼睛来矿台湾，你看到什么东西？感觉就好。再把中国放进来看，你感觉到什么？在北京之眼当然也是中华台北之眼啊，然后再看，再把它放大，你感觉到什么？美日安保之眼，东联也是 PLA 解放军要冲出第一岛链之眼，你感到什么？台湾在中间是什么物件？回过头来看，你看到什么？你又看到什么？啊，继续看。你看到什么？这最近，这个美国的战略里面把印度洋跟亚太结合起来，以澳洲为做一个连结，叫做 Indian Ocean Pacific Region 这一个战略，以澳洲为枢纽，它一个扇形的战略出来，你又看到了什么东西？台湾在这中间到底什么角色？再来，再放大。全球之眼，台湾在中间扮演什么角色？用感觉的。今天艺术的是讲，我们在看台湾的事情，不仅仅是台湾，这个是多层次的物件。哦，多层次的啊，多层次的时阵，我们讲说我们要我们的因然是现在的时阵，你要注意到第二层、第三层的实然是怎么样在跑，它的 driving force 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能按你看的时阵，说不定我们提出我们的主张会比较切合实际。我在2009年的时候，我看医生兄在看我。2009年的时候，我参加这个228的研讨会，那个时候的题目是“小国正义与大国政治”。那大概与会的人只有我对那个东西提出了反应，所以医生兄那个时候就直接说啊，为什么这样呢？他已经注意到两线的平衡的问题。那这个全球之眼有什么样子的重要性？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杰西·丁·阿奇森在1949年12月27日，也就是国民党已经蒋介石政府已经整个撤退来台湾了。他说，毛以自己的力量，这是在国务院跟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这个国防外交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检讨里面，这个代表国务院的讲话，他说毛以自己的力量夺取中国，并不是靠苏联之赐。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他们看到的毛的在共产主义后面的民族主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未来他们两个的分是可以预期的，可以操作的。那么后面有一个就是说毛呢，或者说这个这是在中国极重要的，美国在中国极重要的资产。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讲这件事情，是被包含在对于中国的交往中间的一个杠杆，或者是一个叫做枢纽出来。也就是说，必须要从全球之眼来看的时候，才能逐渐的定义到这个台湾，一层一层下来才定义到台湾。那怎么办？那我下一张的那个图的内容就是说，用一个比较细节的，我用嘴巴讲，你来调整好吗？没有关系，我讲下一张，你帮我调整，谢谢你。
在上，在上，你跑太快，我不知道在哪里。在上 ，OK， 没有关系。刚刚看了这个好几层的这个东西，好几层的眼睛，下一张，好几层的眼睛再下来，就会出现了。对台湾来讲，有 NSC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的一个37系列的报告，这个是在我的那个 Formosa 1949里面有一些完整的东西。然后 Foreign Office 就是英国的这个联合王国的一些外交电文，这是文堂兄丢下来的东西。然后这个对于这个中国里面，在美国的关切里面有战后复兴计划 USA 的，还有一些对于华政策白皮书这些东西都要摆在这一层看。然后它还有一个 NSC48， 这是对于亚洲的。再来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就是美苏的这个，那时候我们现在用现在流行话来讲就是 G2 了。还有可能的这长电文 XX 文章，也就是产生一个围堵。那当时台湾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被定义下来。下一张，那你就注意到刚刚讲的是空间，现在来时间来看下来，我们台湾从1945之后发生了这些事情，我只讲到1996，因为1996后来的事情变化不大。你可以知道说1945它产生出现一个什么事情，1949产生一个什么事情，1945是太平洋战争的战役，1949是蒋介石清蒋介石的这个团体跑来台湾流亡，这两个并存在台湾。好，下一张。但是呢，就是说在查读资料的过程发觉了两件事情。再来下一张。好，就是这两件事情。第一个是1948年廖文义联合国请愿，一个是1964年彭教授的这个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呢，前一个东西呢，它的内容，去看它的内容的话，它是明明白白的是跟占领完全相关，它没有也没有考虑到流亡这一块，它主要内容等一下稍微介绍。1964年的话，彭教授在讲的是比较属于流亡的内容，而没有比较少涉及到这个占领的内容。下一张，我们来看看1948年的这个。那最重要的就是说，要用公投来决定福尔摩沙的前途。那这个公投要向谁呢？向联合国。然后先请联合国派人来 take over 这个政权，然后把这些非中国人可以的话把他赶走，赶回去。然后一年后公投。然后这些被没收的财产，要注意到财产，这些没收的财产留下来，不能够再被带走。这是廖文义1948年的请愿的内容。你要注意到，这些都是关于这个占领的问题。1949年那个中国还没有赤化。下一张。可是1964年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我必须讲，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是一个非逻辑扣得非常好的一篇。具有学术水准的，非常具有学术水准的一篇文章，一个扣一个非常完整。啊，主要是这些东西。可是我有注意到，来下一页，我有注意到这个东西，里面只有一句话，他注意到了台湾的经济，就在政治很重要的时候，他注意到了台湾的经济，而且出现了一句莫名其妙的一句话。不能讲莫名其妙啦，就是说出现了这一句话，这句话里面有很深的东西，等一下我再继续讲。就说美元物资抛售所得也归军队所有，什么东西是美元物资抛售？这个是在我处理这个福尔摩沙1949这本书里面时常出现的一个东西。那后来我去问了一些前辈之后，才慢慢理解啊，原来是这样子的东西。下一张，这就是战后美元物资抛售，它其实就是一个战后的一个重建，经济重建的一个内容。我们讲说战争，我们会讲说一次大战开始，因为那是一场非常大的战争，人类吓坏，从来没看过这种战争。那一次大战的战争之后出现，你要如何对这个战败国？那过去的对战败国就直接一直砍下去了。可是美国，毕竟是后来的这个大国，他要采取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手法。其实这是其实是来自于那个凯恩斯来，他就有出现一个道氏计划跟出现一个杨氏计划，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我如果把你整个剥削掉了，就是说你欠我100块，我把你100块拿走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付100块，你可能只能付80块，而且你死掉了，那我剩下20块就拿不到了。那美国的做法在一次大战的时候，他已经测试过了，就是说我先借你20块，让你扶持你起来了之后，自立了之后，你每年给我5块，或每年给我3块钱，你给我80年。他用这种方式处理，这种方式听起来是合理的，听起来是合理。那政治上就是说，你会被我控制很久很久，这是一个一个 bonus。好啊，总之是一个互利的，要不然的话，战胜国就是被肢解了。啊，来，哦，这些都是在讲那个内容的。来，哦，这个凯恩斯有本书叫做《和平的经济代价》，是吧？来，下一张。那二次大战以后，大家都知道战后复兴就是Marshall Plan， 然后 Marshall Plan 之前是一个杜鲁门的一个杜鲁门主义的这种东西。总之就是先投资之后，用经济来让战后复兴之后，你要知道，我接受你的经济的接受你的经济的援助的之后，我可能就需要采用美金哦，我就进入美元圈，我可能需要用美规。美国规格，那我很多东西就这样子就进入，就好像我们台湾总是 JIS 日规一样嘛。那比较欧洲圈的就会有 Euro Norm， 像这种东西，那我们就产很多东西就产生美规了。好，下一张。所以对美国来讲，它在金融上面，它的战后的重建，它产生了两个组织，一个是 IMF， 一个是世界银行。那当然，现在中国看到的这些东西呢，他说：“哎，我要另外盖一个什么银行，啊，跟美国在别苗头，看起来是还早。”来，那对台湾来讲，我们在台湾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些这个东西，叫做 USAID， 这是从农业复兴计划的这个慢慢一路下来的，还有美军顾问团 MAD， 还有 USTDC， 就是所谓的协防司令部。就是美国台湾防卫司令部这种东西，军。那在 USA 的这种东西，美国对于的援助，有些它是用商业援助的方式，也就是说，它有过剩的农产品就送到台湾来，那在台湾变卖得到的钱就在现地利用，所以刚刚有出现一个叫做。啊，美元物资变卖的所得就是这个东西。刚刚前面有讲到，美元物资变卖所得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它在国内农业生产会有很大的 surplus， 就是剩余就这样丢过来在现地卖，既养活了台湾的人民，啊，也获得了这个本地的资金。你还记不记得雷根时代有一个？什么上位，诺斯上位啊，什么这种东西，也有一点像这个东西，把某些物质拿去卖掉，然后再就做一些秘密的利用。然后当然这里不是秘密啦，这就是他一个援助的一个手法。下一张，然后这个 idea 可以推荐各位可以去看一下林炳炎的《保卫大台湾的美元》这本书，文字不是很流畅啊，必须这样讲。可是他这个角度倒是。里面可以看出很多好东西，那我就是因为这本书而开了眼界，把这个军事跟政治的东西跟经济的东西结合起来。来，下一张。那出现一个疑问哦，台湾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然后被蒋介石占领，蒋介石又是国那个时候中华民国的总统啊，这些东西，然后对于中国的援助如何变成援助台湾？我在这个文章里面，在文章里面的表里面有一些罗列哈，整理罗列。那总之，在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早上在宜生兄的一个提出来一个强调点。那
罗志正罗教授也有强调这个东西，也就是说，美国从刚开始其实就把台湾跟中国有一点点分开，啊，有时候比较近，有时候又比较远，但是都是分开来处理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要再回来问一下这个早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有没有支持台独这个问题，或者是说支持彭教授这个问题。我想刚刚我跟文堂兄稍微讨论一下，那我想是这样子的，外交这个问题要总结到说外交有没有目的性，外交这件事情有没有目的性，战争有目的性啊，我就是要打赢啊，外交到底有没有目的性，在操作上说是不是要赢，或者是有时候要那个很奥秘的。然后外交的目的性，当然也有一些崇高的人权和平像这种价值，不过价值不很虚渺。外交我看是比较像是一码接一码，一局归一局啊，这局打完了下一局再来啊。所以在这里，所以他特别是大国，他对于比方说对于台湾来讲，他会多线操作。看局势怎么样，他会扶植那个资源多一点，他内线就会茁壮一点，这是一个现实，实在没办法。不过我们应该要了解一下这个现实，也许我们的心理会比较坚强一点。下一张，那顺便讲一下这个资产啊，你要知道说，国民党有没收一些资产，那这个资产来。这个资产，就台湾来讲，有合计18.9亿美元，然后这样换算了一下，来，换算了一下，来继续来没关系，换算了一下，大概有包括汇率，大概有7000到8500亿的，是国民党党产，大概是这样，那至少有一半吧。如果说一半他分给我们是一半，分给政府，一半他自己拿，就这样子。那这些日产呢，来。这些日产就旧金山合约来讲的时候，是战胜国，他有权扣留这日本的政府跟国民的这个钱。我再追加几秒钟，来下一个。然后杜勒斯也这样确认，也就是说国民党在这里所扣留的日产是就这个战争来讲是合法的。政府来讲是合法的，可是党可不可以拿到口袋里面去？最后一张了吧，来，韩国的实力，没 no， 上面讲，韩国的实力是这样子，美军占领，他先用行政命令第332号指令，然后没收了之后，当大韩民国建立以后，他把这些财产没收的财产移转给大韩民国。那如果从这个来看台湾的话，我们有出现没收的事情，可是后两个东西没有出现，必然要出现哦。所以他现在把钱吞掉了，我们是可以用这个 case， 因为同样是日本的外地啊，我们应该可以来主张这个东西。那好，那就先讲到这里，抱歉稍微用了一点时间。那就请那个陈君凯教授做评论。好，很高兴主持人啊。王先生，好，大家好。我王先生报告完，又加伊个内容，所以我找到稍微小可讲几种，阿袂上我要评论吼。我也是照文章更新啦吼，啊对你查到是用伊个 PPT 报告的部分，啊就因为迄较毋是你论文的主要的部分吼。我想对。这篇论文伊在看这个李教授做这个台湾人民吼，组织宣言这个领的价值是安尼啦。就是讲，因为伊个标题都足清楚，伊讲这个占领甲流亡吼，啊这两个来看这个组织宣言的伊个价值嘛吼，伊个违反。我想这是一个足伊个贡献，就是讲一定也是用这个角度吼去处理，讲啊到底咱的迄个病。就是说，在迄战后的这个情形内底，因为有占领的民，这个民吼，啊嘛有这个流亡的这个民，啊，这两个物件都到做伙，到做伙煞，互战后台湾的问题变得足复杂，吼，啊，所以讲廖文的先生伊的这个请愿书吼，
伊就讲，迄其实伊个较主要也是针对即占领的部分。啊，台教训伊即足球训练，伊即部分呢是较针对即个流氓的部分，吼、啊，所以伊个论文主要是咧讲即角度安尼。我想这是一个有真有见解的一个切入点啦，吼、啊。当然，迄阵我接到讲啊，我做评论，哎讲。这模型，伊讲伊把伊个占领甲流氓当作一个模型安尼来看哦，那模型一个 model 吼，我讲诶，这是啥物模型？我都唔捌这个模型，这是啥物啦吼？啊，我要看论文看完了哦，我大概了解讲伊个角度是安尼，就是讲，其实用模型可能用这个用词可能较无好啦，较唔是很适当吼，因为你会使讲伊无伊这个结构，也是讲伊这个无同的面向哈，啊，可能用安尼来分析啊，因为台湾政闹的问题，哈、啊，有因为战争结束以后占领的问题爱处理，哈、啊，啊，另外就是讲一个，还佫有一个就是伊个，你个占领问题无处理以后，马上就变作中华民国政府流亡到台湾，哈、啊，有这两个问题啊，合作会，所以说这个问题变作足复杂，哈、啊，啊。我想这可能我的建议啦吼，就是讲，那伫这个可能用模型，这個、可能唔是真适当，因为无一个 model 还是 pattern 安尼来进行啊，或是改造结构还是咱来这来可能较好，哈、啊。啊，当然这咱会使来看下，就是讲占领啊甲流氓这两个，啊我当然可能这论文内底唔是讲写得足清楚，就是讲其实讲流氓个先生伊这去。伊即清华，所以迄阵是讲到即占领的部分。啊，足球双人，伊是主要是伫即、這个在流亡的部分啊，针对流亡的即政府的问题来解决。但是其实咱嘛，大家听到是话，伊即个上最重要的作品，就是迄个台湾伫国际法的地位嘛吼。因为听到是话，即其实迄嘛是足侪针对占领的部分哈、啊，所以。其实我感觉这可能会使分析的是应该看讲诉求的对象是啥啦。当然，人民自由宣言的对象啊，你迄阵要印传单啊，要分给啥人？诉求的对象甲迄个都无同，因为廖文元迄是去联合国。啊，联合国你当然计甲伊讲国际法的问题，这啊，但是听到是这部分足熟啊，但是伊这个诉求是要对台湾人民。所以说别对象可能伊这毛伊个，所以我讲这个部分其实那会使吼，其实来做较深入的讨论，啊，可能会使可能对这论文会使吼，佫较有这个贡献啦吼。啊，但是我对一个一个角度我思考就是讲，其实做阮做历史学家咧看国际化这个物啊吼，阮一向袂甲伊当做国际化是一个完全无要变的物啊，伊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结果。啊，这个结果甲即阵是安尼，但是未来可能会安怎？吼、哦，阮其实阮历史学者只基本上看国际法，无甲伊当作讲啊理论就是安尼，啊拢袂使动的吼、哦。啊，其实即马即种国际体系吼，伫1648年的这个 Treaties of Westphalia， 就是伫迄个三十年战争吼，十七世纪的迄阵，才建立起。建立起即马的这种国际的一个主权国家安尼，即进行这种国际体系哈。啊，其实我感觉伊即个发展类哈，有一个足大的趋势，就是讲，伊迄阵伫欧洲的一个安尼少数的国家啊，用安尼国际体系，即马是规个地球顶头差不多，咱也是较奇怪啦。无照伊讲，咱嘛是应该是一个足明显的主权国家才对哈。啊，只是咱即马要参与即个国际即个体系，还是较参与都要困难。但是，就是讲基本上即马地球大部分的人类拢是伫即个体系内底。虽然是安尼，但是这毋是上最后的结果，因为其实主权的物啊开始嘛伫变。即马的即个国际化的一挂学者伊嘛伫主张讲，其实即个国家的主权毋是很绝对的。好，我其实我感觉这个历史发展是足趣味的，就是讲，过去哈，就讲咱的迄个国家的主权，等于讲，阮规个厝内拍囡仔哈，伊说中国人常常来讲呢，外国人不要粗暴的干涉中国内政，
啊，因你从头安尼讲啊，吼，我小学一下。但是其实即卖来讲，你也伫国内去侵犯人权，其实其他的国际会甲你谴责，这毋是你关门拍囡仔就会使。即国家内底嘛是安尼哦，过去家庭厝内囡仔拍囡仔无人管，咱大汉即个人都来接受，反正去到美国我要去用刀，过讲你伫厝内你去拍囡仔个，吼、哦。所以其实因为有一个超过国际的，所以这一个上重要一个标准是啥物？对人权的公约。啊，人权的公约其实吼、哦，咱也甲即个足球双面伊放来即个角度来看，伊甲咱台湾的即、這个。啊，历史发展嘛，会使合并，就是讲，其即马人权公约迄政公平的政治权利的即个公约第一条是啥物？自决权。哦，啊，即就是讲咱家己决定咱的未来嘛，咱会使决定咱要变作一个安怎的国家，即自决权。啊，其实即自决权，若照过去，伫1920年代台湾人，即个哦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诶，即个前辈，因迄阵因就是安尼主张嘛。伊就主张讲，爱对美国的这个总统的威尔逊安尼来，所以我讲，正面甲流氓这两个角度是讲别人对台湾的这个看法，但是咱对台湾人家己追求这个自由民主啊、自由啊、这个主权、人权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其实这个人民自由宣言，其实伊接受着这个哦台湾人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发展，哈、哦，对台湾人对人权、对诶主权的伊嘛。符合着国际的这趋势，吼，我讲哪会使对这個，因为这个模型哈，这王振英这模型，这個、看起来啊，拢是外来的物啊，而且咱台湾对内部出来的这個部分，哦，我哪会使搁放伫这论文内底，安尼咱就会使整体看得出，吼，啊，这足球双眼的伊个价值，好，我来问一下，好，谢谢。谢谢，要求最有导游。